铁铁们，表情彻底自由了，你可以控制任何一张照片，让它张嘴、闭嘴、转头、歪脸、挑眉。最近新鲜出炉的两个 AI 表情控制工具 Facepoker 和 Expression Editor 全都是免费开源哦，想本地使用的友友们当然是又给你们准备好了一键启动包啦。如果只是想试试的话，有网络条件的朋友可以上 Hugging Face 的空间里面免费试用，顺便呢看看我这期视频，了解了解 Hugging Face。那本地使用呢，大家只需要解压完我这个压缩包，然后打开文件，直接双击这个一键启动脚本。那启动之后就点开它这个链接，或者是在浏览器手动去输入，然后就上传你想改的照片就行了。比如说拿我自己开刀吧，把自己的图片传上去，然后把这个勾选上，把它勾选上才能标记出你控制的是哪个器官。器官。如果说哪儿都不选中的话，它就会直接控制的是你整个头的转动。哦，这下转的有点大了，那回来一点。那选中嘴巴呢，往右边就是咧开，哇，笑得好诡异。那往左拖呢，就是嘬起来啊，那往下就是闭起来，往上就是张开，效果好好啊。那眼睛呢也可以选中，往上拖就是睁大，往下拖就是闭眼，或者呢还可以左边右边瞟一瞟。那眉毛也可以选中，抬起来会惊讶一点。这个真的是做自媒体的朋友真的必备了，有了这个只需要拍一张常规的照片，你就各种表情就都有了。我最近其实都考虑用它来做封面了。那另一个 Expression Editor 操控的方式就比较独立，就单独这样的是，这边是控制头部，这边是控制眼睛，这样呢就是控制嘴巴，其实逻辑也是一样的。如果大家嫌图片稍微有一点点变糊了，大家也可以在 Hugging Face 上随手找一个这种放大图片的模型，给它一放大就搞定了。好了，又收获了神器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，我们下次见了。